等重的 AB 哈，同时同地出发了哈，若 A 自由落下 ，A 自由落下，让 B 以呢20公尺每秒水平抛射。 B 落地时呢，与地面的夹角37度，地面的夹角在37度，则落地时的瞬时功率比较好。那落地时的瞬时功率哦，因为到最后它两个瞬时速度是一样的，对吧？所以跟这个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啊。哦，没有。 这落地的什么呢？落地的那个什么呢？那个他问什么东西啊？问说落地时的瞬时功率比，那么知道呢？这个瞬时功率哈，P 等于多少？是等于 Fg 嘛哈，它都等于 V， 所以实际上是等于 Fg 啊哈，它乘以 V 垂直。什么叫 V 垂直呢？就是说。 跟地面垂直的那个温速度，所以实际上是1:1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这里的垂直速度等于多少？这里垂直速度跟这里垂直速度要一样，因为根据指点运动的独立性嘛，对吧？根据指点运动的独立性呢，这里的垂直速度跟这里垂直速度是一样的，对吧？而且我知道呢。 这里的垂直速度 v 等于多少 ？v 不要等到，等于2gh 嘛，是不是？这 vy 啊，因为这里叫 vy 嘛，啊，这里的前指速度也是多少呢 ？vy 等于2gh 嘛，是不是？根据指点运动的独立性，什么叫指点运动的独立性呢？ 就是说，它指点运动你可以分解成两个方向，啊，这个方向的话呢，跟重力有关嘛，这个方向是等速运动嘛，这个方向是等加速运动，它这个方向一开始也是静止的，啊，跑到这里来，对吧？啊，受到重力的拉扯，等加速运动公式嘛 ，v 平方减掉0平方等于2as，s 就是 h。 所以这两个 vy 是一样的，所以答案是呢1:1啊。所以 pa 比上呢 pb， 这个 vy 啊 ，mg vy， 那 vy 一样啊，所以答案是1:1啊。等比，没问题吧？